你什么意思？你过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汪！你什么意思？过来，过来！你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你过来呀、啊！你有什么事情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！啊？你赶快过来吧！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呦！呦呦！这么凶啊？啊？什么事？你有什么要求？什么需求？啊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，来！你就是要吃的嘛，对不对？是要吃的，是不是？是要吃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要吃的，无聊了是不是？嗯，嗯，无聊了要吃的，哎呦，要吃的，哎呦，你就要过来亲一下妈咪，亲一下妈咪才有的吃，来过来亲一下妈咪，亲一下妈咪，来快点，快，亲一下，还不要。OK， 哪一个什么呢？不拉肚子吗？你还那么狼吞虎咽。鼓浪屿是中国第一批接触西方音乐的地方，在这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岛上，诞生过100多个音乐世家。很多有一些年纪的人经常怀念，在鼓浪屿还没有这么多游客的时候，随便走到某一个地方，就可以听到从庭院或者阳台飘出的音乐声。怎样？满足啦？哎呦，你这个眼睛都看不见，妈妈那摸一下你都不行。